近日，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开展工程机械维修骨干集约化训练考核，10名维修骨干围绕工程机械装备的油路、电路、制动系统等方面展开战场抢修能力考核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年的考核在考核形式上更加侧重实战环境下装备抢修能力，不单单要看维修技术好不好，还要考虑修理骨干寻找战损装备的速度快不快，判断故障准不准。因此，担任主考的一级军士长赵琦化静态作业为动态考核，将挖掘机、高速推土机、机械化桥梁车三辆受损装备分别设置在野外条件下，考核人员被分成若干小组，通过识图用途的方式奔袭十数公里寻找受损装备的具体位置，找到装备后还要根据故障现象迅速排除故障原因，展开野战抢修考核。此次工程机械维修骨干集约化训练考核涵盖义务兵、军士长、军士各个层次，尤其是对技术水平更高的军士长，就需要我们在设置考核条件时更加专业。考核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考核是否能够成功排除装备故障，更加注重他们所使用的维修手段能不能检阅高效，有没有安全隐患，切实检验维修骨干的技术水平。